哎，应该是那边那个大G。哎，应该是那边那个大G。哎，哈喽，哈喽，哈喽。哎，那个我这边，你要先给你上一个麦，好吧？高架条有一点堵，所以我来的有点晚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今天就想说来跟我们的英语系西瓜表个白。西瓜，那应该很漂亮。他正好在上面的楼上大悦城上班，今天请你们帮一个忙，跟我一起来接他上下班。哎，等一下，要是成了的话，有什么好处？当然有了，这样子如果说成了的话，包括摄影小哥和你，项链啊、戒指我都可以送给你们，因为我家就住这个的。哦，是那种比较贵一点的吗？当然必须贵啊，排练直接给你们拉满，好不好？赶紧走吧，别废话了，走走走，这边这边这边，走，
这样，我们节目先给你上一个麦，好吧？好，我来帮你。嗯，到楼上去吧。嗯，好吧。累不累啊？在这里？还好吧，就是做导购。哦。我们来大悦城二楼干嘛？我们这个活动就是要在大悦城的二楼进行。哦、你可以猜一下哪一个朋友？啊，我朋友？我好像猜不出来哎。你紧张吗？还好吧。你们帮我保管一下花吧，可以吗？看到了吧？等一下呢，就是过去拍一下他的肩膀，然后他会转过来的，你就知道是谁了，好吧？去去去。一座岛月亮星星眼泪绕，我出现在你的嘴角和眉梢，我怎么是你吗？逃不掉，就像是陷入了不是，今天是这样子，就是我找了一个节目组，然后他们说来玩一个小游戏，真心话大冒险那种。哦，好啊，想怎么玩？你跟我走就知道了嘛，对不对？跟我走就知道了。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？其实我们是在一个交友软件上面认识的。不会是暖聊吧？不是了，那个时候我那个 APP 它是有一个附近的人搜索的功能，很巧，就是第一个我就搜到了南希。当时他距离我竟然只有800米。那你们这个软件真的有点像我们的暖聊，就是我以为你们是在学校里面认识的啊。那屏幕前单身，你要现在点击左下角去下载暖聊 APP， 登录后一键帮你搜索到附近的人哦，不用加好友就能直接开聊啦。那你们后来有加微信吗？其实没有加到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刚认识他的时候，我一直管他要课表，但他一直不给我，然后我后面是管他同学要到的。对啊，谁知道你是不是个坏人呢？所以后面其实我经常有制造跟他的偶遇那种。对啊，你好坏，不给你微信是对的。不过后面正好是我们学校课有一个叫什么校工选，叫恋爱学嘛，不是说我刻意要跟他制造偶遇，是因为正好我们两个都选了那门课，然后正好他坐在我的斜对面。对，然后他每次坐后面就看着我。你怎么知道他偷看你啊？那你也看人家了呗。就是啊。今天呢，男生其实是有话要说，是不是啊？是的。当当当当。其实我今天是说想要跟你。不是，这句话是你第三次对我说了，你前面每一次说都拒绝我。主要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。你有喜欢的人了，是谁？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？当然不知道了。这样子，你带我去见他，你带我去见他。不要，你就让我见他一面，我跟他当面一v1，我想知道我到底哪里不如他了。哎呀，不行。主持人，你可以帮我说一下，真的想见那个男生，我想知道我到底哪里不如他了。不是，我也不认识啊。